第30日，最後一日，無話可說。到呢度就係温暖嘅客廳，啱啱起身，啱啱入完琴日啲片，基本上今日都係亂行，我買多少少嘢。早啲出機場，譬如話早一兩個鐘換呢個 VT， 再早一個鐘到啦，攞翻啲税咁啊，退税，撥撥撥，不知不覺間已經係去到5點幾啦。差唔多要走啦，仲有個零鐘走。係啊，唔得噶！我錄埋跟住噏埋就走啦，因為部機人哋要還。同大家講拜拜啦，好似天線低低啲咁。啦啦。跟住有個太陽 BB， 而家變咗個鐘。唉，走啦我哋，同大家講拜拜啦，再見啦 ，Night Saber。對嘅地球。你唔悶嘅咩？最機啊！香港嘅颱風應該我哋翻唔到嚟㗎。唉。一是 delay， 一是墜機嘅啫，唔 delay 咪墜機咯。我哋翻到嚟咪聽日咯。肯定炒飛機。好啦，有緣再會啦，各位同學。唉，遲早都會見嘅，唔同地方啫，可能係。有緣再會啦，各位同學。